好，这里这个福字呢，在这边有一个已经快出锋，然后一个代笔过来哈，这一种是在我们行书里面常常有这个动作。我们来看，第一笔横画，第二笔加压带上来，然后逆笔上去圆，刷过来，然后这里先注意已经有点出去，然后加压带过来，好，这是一个带笔的动作。